下走行，到那个九层塔。你们前面有厕所吗？前面有，先往前走。或者还有哪个人啊？包里有纸吗？
这里也挺好看的。这是秦腔草。那些主要是锅中的红。门好像都你都穿不过的感觉。没了，没了。那儿好看，在那儿好看，这儿。
我这是啥事？好了吗？好好啊，一，一二笑，再来一下。你来当主，我不叫你来，今后打电话来我比你了啊。好，可以走。他看不到的。这就多好呀。哟，这是坛吗？真家伙假家伙？僧人的，真的真的呀，这僧人的。这边莫高窟以前本来它就是寺庙嘛。因为就是我又来了，大家一起服务。